第一支手机来自于 Samsung 的 Galaxy S6。 这支手机呢，我们搭载的是独家的金属边框材质，前后呢拥有的是双玻璃的设计。同时呢，我们在玻璃的那一方更增加了增光片，在不同的视角下所呈现出来都是不同的光泽感。 搭载的也是8核心的处理器，主要的相机呢1600万的画素，前置性的镜头是500万画素。这次呢最大的特色在于，我们拥有了充电10分钟就能够播放2个小时的 HD 影片，充满电呢也仅仅只要80分钟哦。 接下来要带来的手机是什么呢？马上呢，我们来看到了第二只手机来自 Galaxy 的 Note 5。这一款的手机呢，拥有的是超大 5.7 寸的高解析度萤幕，另外呢，大家可以看到了，我们在背盖呢采用了弧形的设计，因此呢，我们呢拥有了独家的更大萤幕之后，可以发现到了我们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更加的漂亮，更加的纤细。另外呢，我们有一个独家的技术呢，来自于弹压式的 S Pen， 让我们收纳呢能够更加的完整，更加的容易。 之外呢，我们的主要相机的是1600万的画素，前置性的镜头500万画素。另外呢，我们也拥有了独家的技术，我们的光学防守阵以及自拍的独家技术哦。接下来呢，为各位所带来的是Sony的 Xperia Z5。这支手机呢相当的特别，我们所拥有的呢是雾面的材质设计。 可以让大家发现到了，在您按手机的时候呢，不容易粘附指纹。除此之外呢，可以看到了，我们如果有拍照的喜欢的朋友，拥有的是2300万的画素，以及呢 Full HD 的影片荧幕，再加上了最独家的 Beyond 影像处理技术，以及 XMORE 的高感光元件。 让你在夜拍的情况下都能够会有非常清楚明亮的感觉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最后一款的手机，来自于 HTC 的 A9。这支手机呢，我们拥有的是一体成型的金属工艺的材质设计。 并且呢，我们拥有的是5寸的 Full HD 度高解析度的荧幕，主相机部分呢是1300万的画素，前置性的镜头是400万画素。在拍摄界面能改变不少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拥有了方便一按键按下去之后呢，就可以调校的 HDR， 让大家呢在反差情况大的下面呢，都能够有非常清楚又明亮的感觉。 那当然呢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独家的2个功能，也就是听音乐的部分了。我们拥有的是DAC 的原音重现技术，以及呢两个双立体声的喇叭。以上呢来自于我们的4只手机的精彩介绍。接下来呢要送礼物给大家了，请问一下，目前为止2手空空的有没有？赶快，请问一下我们正在。